人工刷胶又累又苦，容易出错，机器刷胶简单操作，干净整洁。当传统遇上创新，将会上演什么样的好戏呢？敬请收看我爱发明上胶快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西。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彭老师，说起装修啊，我就头疼哈。这个装修呢，我可以说是比较了解。我最头疼的事儿吧，就是贴壁纸。其实壁纸呢还是不错的，因为现在比较经济、比较实惠又好看。贴壁纸那是一个功夫活、细致活啊。应该说贴壁纸你不用亲自去贴，但是我看着工人贴，我就觉得要我这个性格肯定没有那么多耐心去贴了。我想这个贴壁纸确实是一项技术活，是因为家里的一些零活有时候我也干，嗯，但是你说贴壁纸我肯定不敢去贴。我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像贴那手机膜一样哈，跟里边气泡什么还不能有。你看那个壁纸，嗯，贴好的房间你找不到缝儿，这是关键，那个花都对着。啊，但这是我们说技术，其实不光是技术，它还是一种体力活。是，你要给纸上刷胶，嗯，胶要刷匀，你要是拿着这个纸到处去贴，嗯，这个呢要升上高，哎，还要下梯，这个也很费劲很累。所以贴壁纸又是技术活又是一项体力活。这不我们的发明人就想着嘛，发明一个机器啊，把我们从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解脱出来。所以今天的发明项目呢就跟贴壁纸有关，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房子的装修设置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要求已经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精装修了，而是花样百出的独特品质。尤其是墙面的装修，样式是越来越多，有木板组合的，有瓷砖贴墙的，有壁纸贴画等。可是各种形式都逃不出独特的韵味，最常见的也是最具有艺术感的装饰还是要数壁纸贴画了。因为壁纸的材质样式各异，风格也是独具特色，形式繁多，既省钱又省力，对于墙面的保持来说也是长久可存的。所以市面上越来越多的人运用壁纸来进行装修贴墙了。可是问题就来了，一切事物都是分为两面性的，壁纸贴画应该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施工装修的时候，那壁纸贴画在施工装修的时候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吧。这个胶怎么刷的呢？就挺简单的，蘸了胶就往上面抹，抹匀了就行了。抹匀了就行了。每个位置都得刷到。我能看看您的胶吗？可以啊。您这个是什么胶？糯米胶。糯米胶啊。对，因为墙纸贴附墙面，最主要就是粘性好了，它就时间管的比较长嘛。还挺稠的啊，您看，好像搅都搅不动。稠密度要怎么控制呢？这要经验。稠密还是要凭经验来，对对，是吧？经验去判断。通过大姐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原来胶体的调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哎，大姐，我发现您刷胶的这个动作啊，跟咱们这个粉墙的时候差不多的啊。差不多的，都是这样。您干这个活应该比较轻松的吧？没有，蹲在这里一天到晚都蹲到这儿的话，时间长了这个腿啊疼。腿疼啊，还有脚，嗯，然后你得不停的这样换来换去，你看没看到我脚都左右换了，对，然后这个手啊，嗯，一天到晚拉滚筒。那咱们这一天下来工作量大不大？也挺大的。那您这一天能贴多少壁纸呢？一天啊，基本上一个家装吧，三室一厅的话，三室两厅的话，嗯，我们两个差不多一天嘛。那我刚才听你好像说这个胶还分均不均匀是吗？对对。那怎么是均匀和不均匀？我们能看一看吗？就最起码我们看一下吧，你看这墙面，这个墙纸上面刷的，嗯，没有花的，花就放一会儿。就比如说你刷，有时候你那个滚的不均的话，嗯，刚开始看的时候墙纸上面是有胶是吧？放一会儿了，嗯，它就变白了。壁纸对于这个胶的厚薄均匀有没有具体的要求？都有要求的。嗯，对，比如说这个无纺的吧，无纺的它是吸收
吸胶力比较强，然后就刷胶要稍微就是比一般的 PVC 要稍微厚一点，要厚一点。但是那种还有一种加厚的 PVC 的，你要厚，然后要干。嗯。还有一种纯纸要特别薄。嗯。然后刷起来要快。啊，要求还各不一样是吧？对对，各不一样。面对纸质各异，要求的还是不同的，那相关人士又是如何检验的呢？贴墙纸一般都是先刷两张，让师傅试一下，嗯，上墙的感觉。嗯，他说厚了，那我们就少再可以减点就。嗯，他说薄了，我们再加点，就这样。啊，两个配合的，对。也是来通过经验来判断，对对，是都是经验的。凭着经验感觉，配合的工作流程，奇特的刷胶手法，顿时引起了记者的好奇，提出了亲自体验的要求。我觉得我还是想试一下，行，怎么样？可以，嗯，好，试一下吧。那来吧。面对从未贴过壁纸的记者来说，刷涂胶体的工作会顺利的进行吗？对，分开一点，分开一点，对，分开一点。滚轮在一前一后的推动着，自以为刷得不错的记者正沉浸在喜悦当中的时候，在一旁的大姐却对记者提出了异议。你要折起来然后再刷这边。啊，要折起来啊。对，不然的话你要这样的话，你要如果我跟你这样刷胶的话，我今天都累死了。这些都没刷到吧？那边，啊，还有那边，你看这么多，他如果不刷到的话，到时候就是翘边，全部翘到那儿，脏口。原本以为很简单的事情，记者却被大姐说了一通，令现场的记者顿时很难为情。但是事情还是得继续做下去呀。啊，这里吗？基本上你都刷到哪儿，你滚筒到哪儿，你眼睛都得看到哪儿。啊，眼手合一是吧？必须。哎，大姐，我这刷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这个胶的厚与薄我要怎么掌握啊？这个。那我刷的，你要刷完了以后，上墙，然后试一下感觉。刷胶的好坏还得实际应用才能知道效果。为了更快见到结果的记者，急忙找来正在贴壁纸的大哥，想让他助其一臂之力。觉得不好的话，多多提意见，好吧？行行行行。大哥首先并不是直接将壁纸贴到墙上，而是利用垂直扫描仪固定了壁纸的位置。那接下来就是展现记者刷好的壁纸效果了。留了一点的，万一的墙面不平的话，它上面都白。哦，是这样。对。记者刷涂的胶体是否能够得到满意的答复呢？一切还是等待贴出的效果吧。哎，您用这个海绵是擦什么呢？擦胶水，不如得胶水。擦胶水啊，多余的是吧？结果很明显，大哥并没有顺利的将壁纸贴到墙面上，而是进行了反复的修复与粘贴。那我这么刷的可以吗？我总结一下，你觉得我这个刷的怎么样？还可以，可以，还可以是吧？比较可以，就算把整整一点就好了。那如果说我要作为您个徒弟的话，你能给我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打个六分。六分是吧？对。六分的评价完全出乎记者的预料。面对刷胶涂抹都需要严格的要求，同时还有细心加技巧的感知手段，完全不是一个普通新手能干得了的活。那面对这种情况，究竟有没有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呢？发明人牛永忠，发明项目壁纸上胶机。牛永忠，湖北襄阳人，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但是却有着与别的农村孩子不一样的喜好，喜欢拆卸东西，组装新的事物。也正是有这样的一个喜好，致使他后来对机器的各种组装与工作原理是非常了解的。长大后，从事于房屋装修工作的他，一直想做一台关于壁纸贴墙的机器，因为他发现房屋的建设是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对待装修房子的要求也是丰富多样，尤其是墙面装修这一块，居民们是很舍得花大价钱装修设置的，因此他很看重壁纸贴墙的发展前景。可是壁纸贴墙的工作实施很麻烦，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进行实际操作，还需要很精准的技术掌握，尤其是刷胶问题，所以自己想在这方面发展是很艰难的。如果能将壁纸刷胶的机器给做出来，对于自己的发展前景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有了想法，他就开始做了。首先是刷胶问题，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贴墙就再简单不过了。对，想到这儿，他就开始正式研制刷胶装置了。可是这该怎么完成这一任务呢？牛师傅想，如果以两个转轴推送壁纸，在以转轴行进的途中抹上胶体，不就可以了吗？
看到希望的牛师傅急急忙忙地开始动起了手来。经过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一台崭新的机器就做了出来。首先这个机器怎么把壁纸穿进去啊，是这样的，这样一穿啊，然后一斜，然后这个壁纸就进来了，就挂好了，对，是吧？然后而且在这个空档里，这就530的空档，然后呢它起什么作用呢？它就起限位的作用，就是说你拉过去以后呢，壁纸摇过去以后呢，它不至于左右会跑，然后把它翻上去，然后呢，看到没，这是胶槽盖儿啊，这就是咱们那个人工放到这个里面，对对，这个胶槽呢就替代那个胶桶，对，撑胶的。哎，这个是什么胶？这个是糯米胶。我怎么看见里面还有一些点睛？是这样的，就是糯米胶呢，稍微有一点那个别的没有融化开这种感觉。那这样不影响咱们这个上胶的这个效果吗？就咱们试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没有问题，对对对。那这样就可以是吧？是可以。我发现这边的胶已经跟这个滚轮已经它挨到一块了，是吧？是的，是的。嗯，行。它必须要保持一定的高度，才能把胶带起来进行刷胶。那这样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开始了。我先把这个盖胶板，然后盖上。转一下呢？我让整个滚道上都沾上胶。你看啊，我这样手试一下，一看哦，然后这边呢再试一下哦，这边胶量少，这边少啊，对，这边多，这边多了。那为什么这边会多呢？这样的，我通过这个来调节吧。再拧一下，再起来一点啊，让它变大一点，然后来改变，就是说咱们的那个上胶的那个厚薄。然后这个样就差不多了。那现在可以开始了吧？现在可以开始了。好，壁纸上上去，然后只上到这儿就可以用了。然后呢，咱们呢先把这个计米器放下来，它是计米数的，就全部清到零位了。对，经过牛师傅的精确操作，壁纸出来的效果会是什么样？究竟能不能达到严格意义上的贴墙要求呢？1.35米。对对对，您先来看，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嘛，应该还可以，还可以。对对对。光听牛师傅自己的评判可不顶用，因为记者根本看不出透明胶体在壁纸上的效果。就在这时，我们记者提出了大胆的想法，给胶体加上颜色，进行涂抹，不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效果了吗？我想了一下，用这个墨汁呢，来给咱们做一个记号，就是说把这个墨汁融到那个胶体里面。可以，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可以。随着牛师傅的答应，颜色与胶体的混合，机器的再一次试验就将开始了。因为我之前体验了一把，我觉得这个胶需要抓住的重点就是抹匀，对，抹匀，而且每个地方的都得抹到，是，那您看这个符合这个标准吗？符合，因为你用机器的话，就是你想把它调厚呢，调均匀呢也可以，你想把它调薄呢，调均匀也行。那眼前的效果足以征服了记者的眼球，在记者的不断称赞下，牛师傅显得异常的高兴。可是就在牛师傅还沉浸在喜悦当中的时候，记者却提出了其他的想法，想让专业的人对牛师傅的机器进行更精确的评价，因为只有那样才能真正意义上得到认同。说走就走，牛师傅很快将机器搬上了车，来到了一户正在装修的朋友家里，想在这里进行实际试验操作。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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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发明的壁纸上胶机，您看就是那台机器。我觉得呢，那个抹的那个胶还是很匀的，要不您帮我们再看看，因为您是以专业的眼光看，怎么样？行行行，我们来试试。人工，我觉得人工的比他那个机器肯定刷的好一点。为什么呀？因为人工的它时间长些，而技术肯定比那个他那个机器肯定才出来。看着周围人群对机器的期待，牛师傅已经按捺不住了，急忙进入到调整状态。面对张师傅提出的严谨要求，并没有给牛师傅造成什么压力，反而给积极备战的张师傅造成了推动作用。一切验证马上开始。那你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好，那开始吧。时间随着牛师傅手中的摇杆一秒一秒地流逝着，而机器上的壁纸也在不断地推搡出来。此刻正在运动中的胶体完全被壁纸给掩盖住了，无法很直观地看到实际效果，迫切的心情也都只能慢慢地等待了。这件要摇的要顺畅的很多。您必须得保证它匀速啊。而且还要叠好，
能符合就是说上墙的前期的要求。嗯，这个已经是我摇了四米了，你要已经超出了啊。对。行，那这样，对对对，那咱们已经摇了四米了，咱们来看看，咱们把它翻过来，我把它割掉。机器随着牛师傅手中摇杆的停止，第一张壁纸就出来了。那效果会是什么样呢？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呢？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刷不到位，刷不到位。对，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看看来，对，你看看这里也没有，你看看这里，你看这有一个小点，是吧？这儿有，这儿有，它中间心都没有。嗯，像这种就站不住了，是吧？您说那这么小的地方没有胶也不行吗？这个不行，这个不行的，必须要全部刷到位。现在就是它变薄了，解决一个变薄了，是吧？但是还是不均匀，不均匀。薄了以后，它有的地方还刷不到位，刷不到位。对。记者原以为会获得张师傅的肯定，可是结果却大相径庭。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了以防观点的片面性，我们记者又找来了一个具有丰富刷胶经验的大姐，想看看他是如何评价的。这个上墙的话肯定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啊？它均匀度不到。对，你看胶厚了，一点一点的，是吧？它因为它刷出来是一条一条的，它不是说看起来平整的那种。嗯。这样上墙效果不行。自然效果不行。对，太厚了。有的太厚，有的就没有。这个是平整薄，它鼓出来的厚。厚了以后呢，就影响那个平整度。它不平的话，就是上墙了以后，嗯，那个墙面就有的吸收它是一样的，但是像它样的，有的胶就够了，有的胶不够，嗯，那贴完了以后就是到处都起泡，嗯，吸收的胶不均匀，嗯，然后出来就不好看，看到一个包一个洼，一个包一个洼的。好，那您是觉得它的这个胶太厚了，是吧？对。面对一上来就给出这样的评价，牛师傅略显不好意思了。可是在好胜心的催促下，他还是想再试一次，不相信自己的机器最终做出来的效果会是这样的，肯定能完成更好的结果的。这因为可以调薄，再调薄一点。行，那咱们这样，那您再调薄，我们再看看这个效果到底会不会发生改变，好不好？嗯，好的。经过第一次的失败，给牛师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很明白这几位师傅对于刷胶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那接下来这第二次刷胶试验，自己可得注意了。再均匀一点，就是我摇的快一点，然后手摇的那个，就说也就是匀速一点，它出来的就会均匀度要好一些。但是我刚才在咱们这些观众里面，是咱们的业主可在这儿呢，他也在看您的事情，好吧？我觉得您现在压力还是挺大的。对，是的。验证开始了，对于这次试验，牛师傅是倍加细心。不知道效果会是什么样子。这边要摇的要顺畅很多。那咱们来看看它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来，翻过来。结果出来了，那面对眼前的效果，大家又会提出什么异议呢？比上一次有没有变好？这次虽然厚了一点，是吧？胶虽然都上了，它第一次的毛病还是有一点，你看还是不均匀，是不是？看了一愣一愣。你说的那个还是有点像波浪状的那个胶。对。上下墙，你觉得有必要吗？这个不上墙不行。不行，就上不了。对，这个不能。达不到那个上墙的那个要求。他是刚才说了几米，记不知道正不正。嗯。哎，那您刚才说的是四米，好像是吧？嗯，四米多一点点。嗯，那这样，那咱们把这个纸呢给割下来，咱们量一下。行，量一下。行，那来吧，来。计米器准不准又成了一个疑问，那到底牛师傅的机器能不能存在一样可以得到大家认同的地方呢？还是来点实际的，看看效果吧。三米三，快到三米四了。那我们刚才量了一下啊，三米三跟您说的四米好像误差太大。对，有点太大了。对，这里不行，这是浪费壁纸，是不是？对，浪费壁纸那就不行了，人工东西全部浪费了。全部浪费。对，这肯定不行的。就是一个它上胶不行，还有一个不准浪费材料，耽误人工，是吧？这个机器肯定不能用的。牛师傅原本打算在大家面前显摆一下自己的机器，却出现了刷胶不均匀、计米器不准、很容易出现浪费壁纸等问题。此时的牛师傅也只能默默不语了。您看，这想法是好的，但是实践当中出现问题了，对吧？对，估计他考虑到上边这个压的杆
是不是可以松一点，这样调节以后呢能够使得这个胶面更平一些，但是它这个杆儿没有固定紧，没有固定紧呢你这个壁纸走上以后它就辣了，它震动啊、哦、所以震动的震动就有空隙嘛，有空隙就容易使里边有些地方没有抹上胶，特别是边上没有抹上胶，你想这样边上要没抹胶的壁纸你贴在墙上有那就有那小鼓包啊、嗯、那就不好看了，对它粘不住，应该把胶都抹匀了这才可以。嗯，也就是说要把这个滚子弄得紧实一点。对哦，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改动起来不复杂，我们去看看发明人会不会做出这样的改变呢。第一代机器的失败给牛师傅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原本就内向的他现在变得是更加郁郁寡欢了，回到家里并没有心思去考虑机器的问题了，只能把这件事儿先放放了。可是有些事情不是说放下就放下的，一向爱钻牛角尖的牛师傅还是打起了精神，准备针对第一代机器出现的问题进行改进。首先要解决的是刷胶不均匀的问题，因为对于壁纸贴墙的重中之重就是刷胶的问题，只要刷胶这个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就没什么大问题了。可是这该如何解决呢？他将第一代机器重新检查了一遍，发现原来是由于两边松动出现刷胶过纸不匀称导致问题的出现。既然找到了原因，牛师傅就开始进行改进了。牛师傅将两边活动的滑口给固定住了，这样出来的壁纸胶体就会均匀一致了。均匀的问题解决了，可是计米器不准的问题该怎么办呢？牛师傅将计米器的转轴周长与实际壁纸的运行速度进行了大方位的调整，很快就将问题给解决了。一向做事比较细心的牛师傅没有停下改进的思路，他又将机器进行了进一步的精准化，很快新一代的机器就做了出来。从上一代的分析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是用扭簧结构的，啊，扭簧结构呢，还有就是齿轮呢，它是直接捏合在一起的啊。那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扭簧出了很大的问题是吧？是，因为这个是扭簧嘛。对，咱们不是这对齿轮是这样对的吗？对，就是靠这个齿轮，就是靠扭簧这个弹力是吧？对对对，靠扭簧，然后来压住这个齿轮。嗯。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过壁纸跟过胶的时候呢，这个呢就会有一种的浮动，就是跳动，慢慢的感觉就是说它可能有点跳的感觉。嗯。啊，就类似于跳齿。新一代的机器，您看。嗯，我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咱们大齿轮跟小齿轮啊，它是咬合的，是吧？对，它是咬合的，嗯、然后它不是浮动的，它是随着走的。嗯，还用了一个链条啊，链轮，一对链轮，嗯、然后带动。嗯，这个下面是两边各有那个强磁，就是磁铁，磁对，咱们的很磁力很高的磁铁，对，来代替它，嗯、然后把它吸牢，挠。我们放下来以后，哎，对对对，对，吸得很牢。嗯、这一代呢，用圆的滚道来控制间隙，嗯、但我只要是调一次，基本上就不再调了。听牛师傅说了这么多，但是记者始终看不出与第一代有什么大的区别，就急忙提出了实际验证的想法。随后，记者跟随牛师傅来到了陈师傅这儿，想挽回自己上一次的局面。他第一代的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我觉得您在墙上还没有开始施工是吧？嗯，还没有，还没有的。嗯。好，那正好我们机器来了，我们还是跟上次一样先试试。行，我们先试一下行吧。好吧，行，可以可以可以。张师傅是答应了牛师傅的验证请求，可是碍于情面的牛师傅并没有直接使用张师傅的壁纸，免得让张师傅担心损坏他的壁纸。来，赶紧先试一下。好的好的，好吧。然后这样一压是吧，看着眼前这第二代机器，张师傅是愈加的不明白了，这机器和第一代没什么区别呀、啊、为什么牛师傅却能表现得如此自信？他真的能实现壁纸刷胶的效果吗？上次的机器要高一些，所以它卷纸的效果呢也比上次要好。面对即将揭晓的壁纸效果，大家都在紧张地期待着，那到底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会不会再次出现第一代机器出现的问题呢？你上次的是不是要好啊？张师傅，那咱们上一次啊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第一胶不匀。对对对对对对对。咱们先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我看看啊，这次可以了。嗯。这次胶的均匀度可以了。嗯。第一代它是完全滚的是，它是没滚到一点有一点没有，一点有一点没有，它是这种。你看这种它是全部都滚到了，看的都比第一次的都均匀的多。
从张师傅的话语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他的认可度了。可是虽然涂抹胶体的均匀度是达到了，那面临着量尺寸的问题又是否解决了呢？4.06米，那跟咱们机器上面那个数值呢是相符。你现在来看，你觉得这个机器怎么样？这个机器，这个值是可以。不行，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把我们这个新纸上上试一下，看看怎么样。新壁纸和旧壁纸还是有所差距的，因为旧壁纸表面存在着纹路、灰尘等，很容易吸附胶体，所以涂抹粘稠物体很容易均匀。而新壁纸表面光滑，涂抹起来还是略微有些难度的。那接下来新壁纸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你现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开始。好，那来，张师傅，那您看一下这次这个胶上的怎么样？还可以，还可以。你看啊，像这里、这里、这里是吧？它就是比较均匀的，是吧？均匀，比较均匀的，对。它像这种情况，它是吧？就是滚筒上面有印带的花纹。如果说胶没上好的话，上墙之后是有什么效果？胶假如上的太厚哈，它就往下溜。上的太薄了，它放到墙上它就干了。它就被这个墙给它吸进去了。说的很详细了，那咱们就把这片壁纸呢，咱们就上墙试一下，好不好？好，那来吧。好，行，我们俩试一下。旧壁纸和新壁纸都没有问题了，可是面对实际贴到墙面上，还是没有实施过，很难征服挑剔的张师傅。牛师傅为了得到他的认可，急忙让他把刚做好的壁纸进行实际贴墙试验，看看机器到底能否实际使用。反反复复地调整壁纸的平面度，很显然使得一旁观看的牛师傅有些紧张了。他不住地贴到墙的侧面，看看壁纸是否平整。那壁纸呢，您已经贴上墙了，那咱们来看看有没有刚才您说的那三种情况。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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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检查一下。你看它这个花板刮下来，看是吧？没有发现它那种往外鼓的现象。对对对，你看它是平的。那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它里边没有胶，它就会鼓起来？对对对对，没有胶它就会鼓起来。鼓一点，鼓像这么大一个包。您觉得这个机器它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机器还可以。就是你说的还可以，感觉还是不太满意。对对对对对，我就是不知道他现在是人工和机器嘛，是吧？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您是不是想跟他去对比一下？对对对，比一下，看他的机器，一个机器的工作效益怎么样嘛，是吧？一场人机比赛就要开始了。面对张师傅提出的效率问题，牛师傅的机器能不能赛过人工贴壁纸呢？带着疑问，带着对机器的好奇，我们跟随张师傅来到了一个正在施工贴壁纸墙的房子，想在这里来一场人机大战。不行啊，不行啊，绝对行的，啊，绝对行啊，对对对，绝对行的，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好，完全不一样，对，第一次试一下看看，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是是是，对对对，不试不知道啊。那这次是您一个人对阵两个人，您觉得怎么样？没有问题。不过呢，我先声明一下，我本人不会贴壁纸啊。不会贴壁纸，这下可怎么办？难道这说好的比赛就因为牛师傅不会贴壁纸就作罢了吗？这下可难倒了我们的记者了。就在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牛师傅提出了大胆的想法。怎么比呢？这样的，我想请张师傅能代替我参加比赛，我就是教他一下怎么用。因为他也是第一次看到我这个机器啊，我想教他一下，简单的教他一下，告诉他说明原理，因为我这台机器非常简单的使用。那不行不行不行的，上次第一台机器的时候是吧，毛病那么多，调又特别难调是吧，用的时候又不好用。我不知道你这个怎么样。放心，这个非常的好用，非常好用。设计是这样的，那您就简单的先教他一下，看他会不会，好吧？好，好的，好的。面对牛师傅的一再恳求，张师傅最终还是答应了。在一旁准备比赛的人工队此时更加具有信心了。双方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了，是吧？准备好了。好了，那就开始比赛。随着双方的就绪开始了。就在人工队迅速投入到比赛当中的时候，机器队的张师傅居然没有任何举动，这是怎么回事？这边要摇的要释放很多。您必须得保证它匀速啊，而且还要叠好，能符合就是说上墙的前期的要求。
哎，大哥，我看你们这个还需要对花，你看人家张师傅那边已经开始摇了。这必须对花。必须对花。对。那你们这个效率不是太高啊？还可以吧。人工队将第一份壁纸涂上胶体过后，他们就开始正式分工了。大姐负责涂胶，大哥负责贴纸，两人节奏紧凑地进行着，速度很快。看到这种情形，牛师傅开始着急了，急忙催促张师傅动手，两边的形势一触即发。随着比赛的推进，从刷胶速度上来说，机器队明显比人工队要快出许多。就在机器将壁纸提前完成过了十分钟后，人工队的刷胶工作也相应的赶了上来。哎，大姐，我看您这边已经停下来了是吗？对，我刷完了。您刷完了？对。张师傅加油啊。你们两口子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呀、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是两口子吧，你也说了吧、嗯、已经合作六七年了是吧，七年了，天天做这个事儿，他跟机器刚刚才在磨合期是吧。很明显，两边差距在不断的缩小，张师傅以一敌二的形式在奋力贴着壁纸。大哥，我发现你这个墙啊还有这么细细的这么一条，那您要怎么处理呢？就把它刷一点了，刷着把这都补上。嗯，好，那您还剩这么一点，咱们张师傅再贴最后一条。你觉得你们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应该差不多吧？应该差不多。好，差不多，加油加油，补上打。哎，张师傅，我看您这个工作已经做到最后一步了啊。就完了，就完了。马上就完了是吧？那就完了。再仔细检查一下。比赛随着张师傅的率先完成而宣告结束了，虽然人工队也紧随其后的完成了，但是从速度上来说还是机器队占据了上风，接下来可是对质量的考验了。有没有那种就是因为胶没有抹匀出现的那种情况？还没有，暂时没有看到，我来看一下啊，仔细检查啊。还可以，可以。哎，大姐，我这发现一个小包，你看这个是不是因为它里边壁纸后边它那个胶啊没有抹匀呢？我看一下吧啊、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是它那个墙的平整度。平整度、啊、墙本身的平整度。本身的平整度，对，因为它的墙面做的不是很好。嗯、如果我们一般的我们做这一行都是两口子吧、嗯，如果只是跟两个人比的话，一个人都多余的。你基本上用这个的话就是勉强，没有多大意义是吧？对，意义不大，所以说我希望它的效率再高一点、嗯、再高一点。对，牛师傅的机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是以一台机器加上一个人力才能赶上两个人的工作量，工作效率还是差了些。就在牛师傅因为获得成功达到刷胶效果而高兴的时候，站在一旁的张师傅却拿出了一卷最难刷胶的纯纸。看我这个，你这个机器怎么样？能不能上胶？能不能一样的和这一样的用？可以，没问题。这种纯纸上胶和这种咱们 PVC 这种上胶有什么不一样吗？它上胶要求的是特别均匀的。嗯，特别均匀。特别均匀，对。嗯，不能太厚，太薄了也不行。连人工刷胶都很难上胶的纯纸，牛师傅的机器能顺利的完成任务吗？那是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呢？还是不行。哪不行？看着都均匀了是吧、嗯、它都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均匀，要是把这个它这个滚筒的纹路哈、嗯、要是再细一点啊就非常好了、嗯、那您说的不均匀是说你看这是有一点粗，对对，这是有点细，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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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它这个滚筒的滚花再细一点就好了，滚花再细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失败，很明显纯纸刷胶实验均匀不一，完全达不到张师傅和大姐们的要求。陈老师，第二代的机器果然比第一代好，但是呢问题又出现了。我们说呢，它在这个抹胶上看起来是抹得比较均匀了，但是在节省体力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善。速
度也跟上了，这样的话我们这台机器的话就是成功了。当然它还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它对于一些薄纸的这种壁纸，我们叫做纯纸的啊，对，上面不像是有图案有 3D 的那种。那我想啊，是不是说在刷胶的时候这厚的没事儿，但是这个薄的那都可能都浸润了，又会出问题，对吧？就渗透出来了，有这种可能，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像这种薄一点的软一点的这种纸质的这种壁纸的话呢，你就应该考虑，它实际上这个软了以后倒不好刷胶了，它这样滚着给它滚出来的这个过程呢更难一些。是，我就担心那胶都直接渗进去了。渗倒不太会渗，但是它还是出现刷的不匀、刷的不好的这种现象。有时候有些地方它可能刷不到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再考虑一下，这个滚子上是先带胶的。这个滚子上带胶，对于这个厚一点的这种复合的壁纸，它刷胶能够胜任，但是对这种薄一点的纸，它不胜任，是不是我们考虑这个滚子它本身吸附胶的这个能力？那要换一个滚子，对吧？那如果我们找到好的材料，使得这个滚子呢，它吸附胶的能力、附着能力比较好，更强一些。这样虽然纸软一点，这上的胶复合的比较好。所以在转过去的过程当中，那这个纸上就不会出现漏胶的这种现象了。所以啊，万变不离其宗嘛。其实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胶给抹匀了，对，这个才算是大功告成。对，他的工作就是这一点。所以啊，我们的这位发明人要在这个上面好好下下功夫，咱们看看他会接下来怎么做。效率不高和纯纸验证的失败并没有让牛师傅很失望，毕竟机器还是实现了简易壁纸的作用。回到家中的牛师傅急忙进入到工作当中了，可是机器该如何进行改进呢？一向有条理的牛师傅首先确定了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他将机器改成了自动化进程，增加了转轴变速装置，以这样的形式，效率不高的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了吧。那最难刷胶的纯纸问题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都很难想出办法。有一天已经工作很疲惫的时候，回到家中突然看到了自己包上的尘土，顿时想到了一个办法，如果将机器中间转轴上胶的地方做成易吸附的材质，那这个问题就应该解决了。有了思路，牛师傅就开始动手做了起来。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一代的壁纸贴墙机就闪亮登场了。机器改的已经达到要求了。是这台吗？是这台。但是我看的这个跟咱们第二代差别不是很大呀。这个呢是我现在就是用那个大容量锂电池里面，然后呢代替就是代加那个电机的传动是吧，代替人的手摇。咱们第二代人家说了这个效率不高，您这次是怎么做的呢？锂电池的电用完了以后呢，这里还有插头，还充电，还可以用220伏进行工作带充电，所以说呢，它可以连续工作。咱们上一次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纯纸上胶效果不好，那您这次怎么改进的呢？它那个比较光是吧？对，不容易带胶，它的材质啊，是咱们是那个是一种纤维布缠绕的，然后再经过机加工做出来的。我们为什么选这种材质呢？对，也就是说这种材质呢，它是平整的材质，而且它比较坚硬，而且它带胶的效果非常好。这是一块设定米数的一个显示器。现在都可以设定米数了？可以啊，自动的，它到了那个点儿它就停了呀。您断电的情况下不至于浪费壁纸啊。那这样吧，那您说了不算，那我们做一个小测试，我们给你选一个男的吧，就是3.75米，可以，3.75米都可以啊，可以，75米都可以啊，可以啊。我要现在来设定一下啊，1、2、3，好，3米是吧？4、5、6、7、7、5，按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是吧？对对对。现在怎么到了3.77米了呢？是这样的啊，它就是调到最高速呢，它就是有一个惯性，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加胶，没有加到负载，是吧？它有个惯性，所以它会显示，就是说，因为这惯性作用下，它会就是说多一点。
在牛师傅的精心讲解下，弄明白机器的多项特点过后，我们的记者迫切地想看一下机器实际的作业效果。牛师傅立马带着机器准备再次前往张师傅那儿，找个需要装修房子的地方进行实际作业试验。哎，张师傅，哎，那咱们上次呢，就是在这个唇纸上面出现了问题。对对对对对。这次咱们还从唇纸开始，好吧？好嘞，好嘞，好嘞。面对上一代都没有解决的唇纸问题，接下来的试验效果会是什么样子呢？验证马上开始。啊，那这个是胶刷的薄和厚跟什么有关呢？就跟这个纸有关。嗯，对，因为它这个是纯纸嘛，是吧？嗯，纯纸它就这个收缩力特别大，嗯，所以说要薄，在薄了以后一张一张的施工嘛，是吧？还像上次一样，嗯，先割一点下来，我们看看怎么样。就先割一点，对，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对，是吧？对对对对对，然后再弄一张上墙，看看效果，再看看贴墙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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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好，稍微走一点，好。这里还可以，这里刚好，不管你怎么摸，它都有胶，摸到什么地方都有胶。嗯，对对对。那这边就是刚调整好的。对对对，这边可以了，对，效果不错的。对对，这个效果是很好的。终于获得了张师傅的肯定，可是事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的，刷胶还是要实际贴到墙上，才能说明刷的好与不好。咱们把已经上好胶的壁纸交给张师傅。张师傅先检查一下。可以吧？来，你再检查检查。可以，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了啊？都均匀是吧？对对对，都是比较均匀的。因为我对这个纯纸的了解也比较多，也到现场去看了很多次啊，壁纸的师傅的施工过程。嗯，贴这个纯纸还是要求蛮高的。嗯，因为这个要求贴的速度非常快。嗯，上胶的速度呢也是一样的。嗯，相当快，然后那个胶要薄，而且呢在挑选壁纸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嗯，哎，这个速度稍慢也不行啊。嗯，对，稍慢也不行，对墙面也有要求，对墙面的施工质量要求很高。快也不行，慢也不行，那张师傅手中的唇纸能顺利的贴到墙上吗？效果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好了是吗？好了，对对对，张师傅看看，来您先给我们看一看吧。这个，你看啊，这个还可以的。嗯，这种是最好的。为什么？你看啊，它从这儿，你从上看到下，嗯，它是没有一个气泡的。没有几个气泡。对，墙面打磨的平整。哎，那张师傅啊，哎，我这看了一会儿，确实没有发现咱们这个壁纸，有那个突出的地方。对对对。它呢效率相当的高，它这个机器的材料一个人可以顶3到4个人。这个效益只有这么高吗？绝对这么高，放心，我都试过了。都试过了。对对对对。哎，但是上一次咱们也说效率高，但是比两个人的话也很是费劲啊。嗯，但是我这个现在是全自动机器的。嗯。哎，它不用你手摇啊。嗯。也不累啊。你说你第三个人干活是不是？嗯，那我们不如这样，我们弄一场比赛，比试一下，看看你这个机器能比4个人，你敢不敢？纯纸刷胶的效果是得到了肯定。那机器的效率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我们来到了一户正在装修房屋的人家，准备在这里进行比赛。周围的人听说了这样的比赛，也纷纷赶来，想一看究竟。因为我对这个机器比较感兴趣，我们家有套房子正准备装修。嗯，哎，我还想看看它这个，到时候看用机器还是用那个人工。嗯，我感觉还是机器的比较好一点。它那个省时省工省时间，人工队那边跟机器比起来的话，那就要差一点了，因为它上胶就没有那么均匀嘛。嗯，就是说贴的有时候怕以后会起包嘛。没有出结果，谁说了也不算，还是先来看看比赛吧。那咱们四位师傅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没问题吧？没问题。好，那咱们两位呢？准备好了。好了是吧？嗯，行，那我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比赛开始了。机器队与人工队形成了对阵趋势，现场的气氛异常的紧张。您这边设定的高度多少？2米56。2米56。嗯，这个真的是2米56吗？是的，是的。好，大家看一下。对，2米56。胶上薄了。这位大哥刚刚说您这个胶上的厚了是吗？不是，我们刚开始这个不管是贴什么什么。最开始的2张都是测试。测试。对。看这个胶的厚薄。对对对，他要求薄的我就再稍微薄一点，要求厚我再增加一点。那您这边这个厚度要怎么掌握呢？
这一般是要看师傅的反馈，因为墙面的墙薄，刷的薄厚不一样，我们要根据他的墙面反馈来人工，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刷。啊，那您的意思是这第一张、第二张肯定是试验品，是吧？对对对。嗯，好嘞，那行，那抓紧时间，好吧？好的。就在两边都顺利进行着的时候，面对第二代机器的效率问题，在这新一代机器上还会不会出现呢？以一敌四的对战方式，究竟两边谁能赢得胜利呢？您这是第几卷了？这个是第二卷了。第二卷壁纸了。对。哎呦，您这个速度很快的。对。我发现他们这个壁纸也是刚刚裁好。啊，是的。那您这么快，这个质量能把握好吗？可以。啊，可以可以，没问题吧？啊，没问题。那机器是调好的。刚开始看了好像是比我们快，要不然我们也没有这么紧张。嗯、也是加劲，再努力再。在开始，你觉得你们还能赶得上吗？因为你看张师傅那边已经贴了两张壁纸了，看到现在的样子，我想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也许是夸大了点。时间在一分一秒的前进着，机器刷胶的速度明显要比两个人工刷胶快出许多。我看你这个速度不行啊，赶不上。我也看了，所以我得加快速度。加快速度，你觉得你们还能赶得上吗？这会儿信心不太足了。信心不太足了。对。那咱们也依然在比赛，也坚持下去。对，所以我要更快的速度。刚才已经贴了这么多了，您总体感觉他们上轿的这个程度怎么样？今天好像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出现这样情况？这个估计也是师傅给他的一个，这也是在打比赛嘛，肯定多多少少肯定有一些紧张，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些紧张，你看弄了一身的汗，然后呢，肯定是这个涂胶的时候呢，他有可能会忽略一些。最后一张可能稍微较有点麻，对，可能太慌张了，因为想赢了，赶得比较急了，对。那你们现在这么速度这么慢，你们不担心这个比赛赢不了吗？我们质量好啊。就在人工队以速度相对落后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失去信心，反而抓住了质量问题，总觉得质量问题才是重中之重。大哥你好。哎，你好。您是第几张啊？最后一张。最后一张了啊？对。哎，你们这个速度还是慢慢的上来了啊。对。嗯，毕竟四个人嘛。毕竟四个人是吧？对。你觉得还能撵得上吗？估计悬是吗？有点悬。好，我看他们房子快完了。好像快完了是吧？那你们这边呢？我们这边，我们师傅还我才滚完子最后一张。好嘞好嘞，两张就完了。好，两张就完了。对对对对对。好，天到晚蹲在那吧，那腿疼是吧？时间长了受不了。腿疼得来回换是吗？来回这个腿，比如说这个腿累了，你要换另外一个腿吧，是吧？这样的话不会影响，对，影响速度。累成为了人工队最常见的状态，相对于机器队并没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的比赛会出现什么结果呢？还是继续等待结果吧。你这边还有几张？还有两张吧。还有两张。四张刷完了，还有两张。这边刷了还有两张。对。那看来你这个上吊的速度还是比刘师傅要慢一点啊。要慢一点是吧？好，那刘师傅，那像这样的情况，您觉得怎么样？那是不是在意料之中的？肯定意料之中啊！因为我省了一个彩纸，一个就是刷胶的这个工序，我们的就是说直接就可以上去了。最后一点了啊！嗯，好嘞好嘞，赶快赶快啊！好，贴完就没了。好嘞好嘞，哎。听到机器队的最后一卷，人工队略显紧张了，拖着疲惫的状态，速度也很难再加快了。揭晓结果的时候，是越来越近了。好嘞，结束了，您结束了是吧？我们结束了。哎，好嘞，来两位师傅，来地下来吧。那张师傅这边已经贴完了，来吧来吧，搞得快。师傅，你这边还有多少？还有三张。三张，您呢？我还有三张。你也是三张？没有贴的，胶刷完了。胶刷完了。比赛随着机器队的提前完成而宣告结束了。很明显，人工队在速度上败了机器队，那质量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炮是什么呀？这个小炮。哦，可能是手工打胶，肯定有一点点，可能是不均匀的地方。胶不匀。对对对对，胶不匀的地方，对对对，就出现这种现象。这个是怎么回事？看看啊，
这个粉是胶的边上没有滚到胶，没有滚到胶，对对对，纸的地方没有滚到胶，那这个它就粘不紧嘛，粘不紧，你看它就翘起来了吧，是吧？重新给它打点胶打上去，然后一粘要刮平就可以了。好，那这么说的话，也无形中增加了咱们这个工作量啊。嗯，对对对对对。大姐，大哥，那刚才呢，咱们张师傅也挑了一些咱们的毛病啊。啊。你们觉得服气吗？啊，服气。大哥，您为什么是这么垂直的这么看呢？啊，我想看一下接缝，它的接缝是不是那个胶薄一点，有没有胶厚和薄的问题溢出来的？哦，那您看了这么多，有没有那种现象？目前还没看出来。胶的厚薄呢？厚薄是暂时看不出来了。真的看不出来是吧？对。嗯，好，那这样，哎，那牛师傅来啊，牛师傅，那两位师傅呢，严格的检查之后呢，确实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啊。您觉得怎么样？很好，相当满意，相当满意，相当满意啊！好，那咱们这个比赛收获是吧？机械队，哎，那五位，既然是咱机械队获胜了，为什么你们这么高兴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用上新产品了，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是这样？对，哎，好，也不用那么累了，不用那么累，对对对，腿也不会疼了。很好，相当满意，相当满意，相当满意啊！好。牛师傅经过三代改进，成功完成了壁纸刷胶机器的制作，打破了传统手工刷胶的不足，不仅节省了劳动力，而且在刷胶质量上也是人工所不及的，这是一项很有前景的发明项目。牛师傅经过三代改进出来的壁纸上胶机很有市场前景，它的发明不仅节省了劳动力，而且涂胶的匀实度非常的好，人工都很难达到，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发明。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好的想法和创意，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谢谢彭老师，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丁西，下期再会。这是一个神奇的逃生小工具，扣动扳机，玻璃应声而碎。是什么样的设计让它拥有了如此强大的能力？又是什么样巧妙的机械结构让它能在危难中帮助人们脱困逃生？请让我们带您进入一场惊险的逃生之旅。敬请收看《我爱发明》，单手巧破窗。